烧！哇塞，哇塞，这招太强了，太猛了，不行。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今天来介绍这个三头龙啊，三头龙好大只哦，哦，怎样？为什么被通气？为什么马上就被通气了？五星的啦，是怎样啦？谁过来了？警察、军人啊，这么小只的军人想要通气我就对了，踩爆你！我跟你说，哇！哦，已经发现我的位置了是吗？过来，来吧，一起来玩，来踩爆你！来，我看看什么其他的功能哦。这是什么爆炸功能是吗？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可以集气啊！哦，大招啊！哈哈哈！哇，全部都烧起来了！还有没有？你说好红哦！哇塞，天空都变黄了啦！你看，他连走路都有冒火。是，我不晓得那踩到人会不会烧起来啊？等下试试看啊！来，我踩一下车子，他是把车子直接踢走了。我看他第一人称啊，第一人称怎么样？啊，没有第一人称，所以他只有第三人称就对了。哦，等，怎么那么多人啊？拿枪射我啊！来，我用脚去烧他们。我走这里，烧一下。烧不到啊！呀，太小了！拿火箭炮打我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来，我试试看这招。OK 啊，我也有射击功能，好不好？只是它的位置有点怪，应该是三头龙一起发射才对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试试看这个，这什么功能？哦，捶地板。哦，它可以集气。等一下，这里啦，一堆人。群聚效应哦，不可以这样哦，不可以群聚哦，来，我帮你分开一下，分散，好不好？分散风险，五个人一组啊，不要一次来那么多人啊，好不好？人，我看不到人啊，哦，翅膀挡住了，等一下，这只龙好像飞不起来，它只能跳很高哦，快走！我来试试看其他功能，这是什么？对，它这是也是另外一种功能吗？看看，哦，也是用这个翅膀在锤，跑去哪里？好，我大概知道了，这只龙的技能其实不多，我一直被轰，哪里的？一直在轰打。被追打我，哇！我是目标的，我是超大目标，一直追着我打。等一下，我先换个角色好了。好了，我们的机械格吉拉，好不好？机械哥吉拉出来了，你看，他除了基本招式是用脚踹的，糟糕！好啦，我们现在另外要介绍这只机械哥吉拉，我们看一下它什么特殊的功能。他除了一般攻击是用脚踩的，为什么还喷血啊？我感觉这次比较厉害耶！我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功能。他除了近距离还有什么？不是啊，这个啊，所以他也有大招功能。背部发光了，这范围也够大的啦，整片。马上被通缉，警察都来了。哦，他
它是用定点攻击的方式，哎，直升机看看，哦，可以，但是它要瞄准才可以发射，等一下，它没办法锁定就是了，有点可惜。等一下，它有什么其他功能？哦，红色的光波啊，哇，射到荧幕外面去了。咻！然后为什么是从上面啊？我比较好奇，为什么不是嘴巴啊？嘴巴比较有 feel 啊。发射的时候啊，背部会发红光。我看看集气又怎样？集气。哦，它可以扫，它可以扫很久。我直接穿地图了。好了，我们直接对打这个三头龙。瞧他跑的漫步了蹒跚的跑过来了，他跑过来了，跑过来了，快！哎、欸，你要去哪啊？你不是要打架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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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我只是让你三秒钟好不好？让你三招啊！哎、欸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哎、欸，过头了你！我在这里好不好？在这里啊！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他也发大招打我，哦。糟糕糟糕糟糕，我烧起来，我烧起来，我烧起来，哇！糟糕，哎、欸，我试试看这个哦，试试看这个，哎、欸，我烧哦，哦哦哦，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啊，大招出来，大招出来了，哎、欸，我也会大招好吗？我还会连发呢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三头楼这么不堪一击哦，我才烧一下而已，才烧一下而已啊，哎、欸，嗯，哦，他掉下去了。哇，哈哈哈哈，太猛了！啊，不公平了，不公平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再叫一次三头龙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这一次呢，不要用大招，我们用小招。而且我现在血快没了，我试看什么其他方式可以打败他。我现在用这招好了。哎、欸，来来来，他来，他来，他来了！烧烧烧烧他烧烧烧烧烧烧！哇塞，哇塞，这招太强了，太猛了，不行！哎、欸，我残血呢，而且我不用大招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哦哦，抓起来丢 ！Oh no！ 哦哦，感觉我要输了我。我换一招，换一招。哎、欸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不行，我要作弊了！啊！设计的多棒，刻意的模仿只会换了分身。我出点平常经营的形象，黑到变成笨蛋。我天赋从某个特殊进步，记录心境，接了 flow， 记录了艺术的天赋的病毒，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。不如半个人，称自己战神。位置还没站得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的，可出的点其他都不会输，别人被他玩的真。他先不嫉妒我，先不嫉妒，帮你换三个粉。